次有讲过那个空间嘛，叶子是正的空间，那叶子跟叶子中间的天空白色是负的空间，所以你看哈，像这个，如果把它放大看，像这个叶子跟叶子中这个，啊，这北这一，它的形状一定是不规则。就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，你画叶子之后，这边有我要讲的是有两种方法，就是说你在画这个六兄弟，这两种都可以，就是说你都把白色的底都画出来，然后再开始慢慢画绿色的叶子。但是你为这个，不管你管哪一种，你都会想好像另外一种比较好画。一种是就是安尼吼，你拢画啊，因为你拍的时候，你又会觉得那个叶子不自然。另外一种就是说，你画绿色画，然后点白色的穿透。其实我要为的是什么？叫我们反复。反复，就是说你即使叶子画了之后，你还是可能会画太满。我要循环，所以你还是用那个白色把它点出穿透的空间。那同样的，你拢画白，拢用都用那个白色去点出背后的空间的话，那个点出来的形状又会不自然，所以还是要再加几笔叶子的形状。就是说，重点的功，你那个背后的空间，你别用规则来形容叶子。我们在点白后面这个白色的时候，那个点最怕就是第一个是重复，所有的点是重复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它是一个像叶子或像某种东西形状的笔触，所以要避免。其实画就是来回的，反复，就是说你画白的、画绿的，反复画。所以这个东西，你看刚才那波山啊，是它很进白处理，就细节很多。它跟色会进得见。啊？它跟色会进得见。对。你来两条就输了。哦，我这个给他两条吧。能打吗？就是大概都先点出那个。你打开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扫一下，让它边模糊，同时也把这个边界有没有？你这边啊都就是凹凹的，然后把它盖住，就这个就是最后看到这个，等下就我就干。对，因为刚才我画，因为没有干，要不我紧搭，大概画一下吧，尾带也可以。那这个就可以开始点这个叶子。但是这点哈，其实你没有点就又没有效果，而且点其实看不清，看不清，看不快三点。我那个就是中毛。那这个就是说用那个扁笔，然后测的。那你是不是就不同方向？因为我这个背景还没有干，这白色还没有干。
没有大到多大。对啊，那也是。对啊。是啊。对啊，我放到好大，我太用了好大。好一点啊。就是说人家画画，不是都有那个拉绳子可以把人升高一点，升高升降自己的。我起码我怕去重叠。那如果你怕重叠，你就是反正你软的也软，然后一遍一遍这样。但重叠是需要的，我练我以前练画面从不能看你，从十遍。那这个叶子你们来点的话，都可以慢慢点出这样。那如果像这个边哦，现在是因为白色还没有，要不搭，所以点上去那个笔不会干瘪。那如果已经干的话，你在点的时候可能暗暗修修。我也是做那个毛边笔。对哦。我可爱擦掉它了。啊？修啊，笔来修啊，变的。再停，就再停。我是讲打打点，再慢慢过去嘛。你看，刚才老师你看，没啊？哎，我是讲刚才这么好点。但是像你要像这种哦，我现在不是很湿啊，这个现在大概就八分八九分干，所以它是最好点的时候。对啊。我本来预计是因为应该它这么大，那如果像现在这样的话也还好。机会到了，你碰到什么情况？你用什么方式去对应？有没有什么？我需要帮你给帮忙吗？你看啊，像爱垫骨啊，围着爱贴贴这些的，这些不垫不垫嘛。但是你没有点哈，就是说它的这个层次的效果又不会出来，所以不要得去做它。然后你们用的绿色，这个时候，反正你绿色在调的时候就是怕脏，那你尽量不要，你如果要调咖啡色或调软色调的颜色的话，不要太多，软色调颜色可以用染的方式带进去，啊，不然就底色。像这个叶子在点的时候，你的好，赶快聆听啊，要给它闭目。你莫给它呢，给它呢。拿后面。
那个塑形的安排，就是一样啊，有那个疏密，好，像最密的，我到时候画出来会比现在这个还更密，这个地方，那这个会再密一些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疏密，有一些对比，然后空间有一些变化。啊，这后壁有山嘛，吼，是吧？嗯，有山的。山都那。啊，那个山不就不画？后面那个山就不画，就纯粹那个主色调。那山咯。在睡眠王地上，啊，是电脑的包括，一条出来的扩，这出来一条，出来几个，啊，对啊，哎，不然那得呀，那是扩，我去刷电脑的，那那以后什么，我那个电脑去了，没有到，没有到，他们在注意干什么？你别了。
你如果软的话，软那个额外的。因为老师你是惯性，所以我们不会的话就多还要摸手。我们可能抓不了那个词。一点。啊，自己会抖。自己练的啊，这样子放点力来。哦，那我就把老师该细。老师，老师过去给他，老师今天啊，老师今天来打磨我。老师该有去吗？你这个是真的要慢慢叠。不然你看这样叠，叠是晚上看这书哦，没有中文特殊。这样的按着一遍遍，我们现在这一遍做的就是用叶子这个形，把那个底下的打的那个糜烂把它覆盖掉，然后让它变成是叶子而不是色块。但是你的叶子不表现，最后表现出来是要有色块的，色块的。这地方都有结色块，是。那你就是要，就本来只是一个色块，那你现在这个色块上面要变成是叶子形成的色块。嗯、这个叶子都好扁。嗯笔哈，就是你笔就是以前要水的放平，笔然后要随时在转，这个笔要随时在转，你才能前天还围带才会画出来都是那个哇，江美丽的那个方向。可是你可以再慢动作一次。不转吗？不转。不转。那是转的时候还都是扁的那个方向这样子。对。就除了这个转以外，手这个也可以转。哦，好有功力。我们看到好像都是直直的一直下去，对不对？哎，比就我这去有一点不行了。回去先练个转笔，腾空转转一下才上画布。谢谢我。就拿一个，反正胸部一个这个硬到尺度。因为一样画的，龟头20几号的，20号买的，其实不大，20mm不大。对呀，这看起来就大。没什么多。他把书放好了。你睡吧，等着我。是啊，它会变细的。对呀、啊，看你竹叶变这样画更细的，因为竹叶已经很细了，要我才敢。你你，所以说你大张一样是20遍，小张是一样是20遍，都搞定的好我。我让他暂停。那个生死赛后是很辛苦。老大，画布要忙吗？啊？老师讲有这两个，哇！啊，你根本就买不了。啊，你要含阿杰的，你用的画布该送什么？啊，你这等于一直，一个月都无啊？吹风衣。
你是有够含人，伊啊二十 A 股啊，你敢回二十五 A 股？你真叫袂过，真叫袂过二十 A 股。啊，我这么叫就一个点点。啊，伊都唔知影咱会变落啊，无价。哎，你可能啊，无有个去，我做唔得人。深浅的反复，就按着盖在这样的上面，然后看的话，就会这样，在这样的在盖，几乎就变不是全部覆盖，底下也是会慢慢跑出。比较没有那种那么柔软，好像有点硬，比较扁，比较扁一点。这好像是做那个，现在又好像做那个后挂。你不会去想什么事？还是刚刚一点点说，我也刚刚说，你看，对，刚刚，刚刚一点。叫我叫我去，去用的东西。你小点嘛。你叫你小点嘛，我那个不多，光影这个多嘞。我那个没有钱。弄不了，那弄不了，我那是爱的。我是如果说用纯白的话，写太难了，所以才调节一些。因为我是沾到，就我要点。你这画进来，因为这个是绿色，你自然就会沾到绿色。这个就反，就是你用亮的跟暗的。
因为水也好，这样这样下下去，可以扫一下，如果这个白色白色的你要让它自然一点的话，就用上层笔扫一下。好的，这是要扫一下这个边就比较你那个叶子部分不用扫，其实也不用全部扫，因为还是会盖住。那有没有要不从上去下去的那个不好扫？不用全部扫，因为还是会盖，还是会盖住。像这样就比较自然一点。好，我说那边，那边有啊。色差你知道吗？啊，现在有就还有很少穿这个，就是通过这个马甲穿这样，去你个人经验，也许是穿我们楼层的，还是很多裤子。没有穿，那个咱们就穿吧，穿单装穿吧，就比如说那个花了钱啊，还要穿那个。你可以考虑你那些机器线啊，要往上。要不要再细心的再画？再调啊！我先打开你啊，这样会自己透光的。哎呀，这是透光的啊！这是我黑色的，竹竿还没画。黑色竹竿还没画。
不会挡。今天也要做错。怎样？哈哈哈。这个啊。好了，非常可以。哎，这个不错。这个哈、哦，当然其实要刷不刷都可以，因为我们在点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些负担。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笔触有点乱，就是说在画的过程中要慢慢的把那个叶子把它整理，包含它的方向，因为譬如说你是奇怪的那个，它已经是比较退后，那笔触就要这方向为止。
站着。可以先这样啊，你也就是顺着你这个笔的方向下来。扁笔啊。好嘞。还有哈，这主观都不能只是这样拉，你拉完之后，再让它拿起来。就说你现在这样拉哈，只是拉出它的一个形，它也是有干底的哦，知道吗？这个是最困难，这样又要这么困难。我要说啥？来，这描细，看底下最多的功课，它更大。
好幽默。是了，从老五只老师有参加，都对他有一百多钱。对啊，大家拢爱当副班，就才知讲，咱有够无认真，老师上认真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，不是你的声音拢要暗。这个是后边的灯条。灯条的，所以一支可能要四五百，五六百。以前三百六，应该差不多吧？三百六四百，这个我唔知啊，我就那是哪一年买，因为我无买啊。后边。后边。是那边位置上的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比较大，比较特别。细条也是专家，细条也是专家要，大条也是。学生，学生当中色卡还在，好像还在。哎呀，好边的色卡。